FL Studio 最近感觉要杀掉很多第三方的竞争。我上次说的 FL Cloud 可以取代一些提供音源的软体，像是 Splice。说真的，我不喜欢 Splice， 虽然我有在用，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从来都没有提过 Splice， 也没有推荐过它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东西的商业模式。每个月你付钱，它给你一大堆点数让你下载音源，重点是点数多到你不可能这个月会用完，但只要你一不付费，这些累积的点数都不能用。我感觉有点被玩弄的感觉，但是我还是一直用，因为除了音乐，我很需要里面的配音和音效。你要不就直接说你是月付制，不要给点数让人家觉得不用很可惜。你想像汤姆熊啊，要你一次付一个月的费用，给你10000个代币，可是如果你这个月不想玩，没有付费，之后没用完的代币全部都不能用。点下面的连结可以到 FL Studio Beta 的下载，下去你可以看到 FL Cloud 有免费版本，包括一些免费的音源也会不停更新，还有基本款的今天要讲的母带功能。 Beta 之后，等明年正式版本出来之后， FL Cloud 会有免费版本嘛，还有订阅版本这样。那订阅版本可以给你所有音源使用，这里说 No credits or other virtual currencies will be required。 这里的 credits 和 virtual currencies 是在讲 Splice，FL 基本上在说他们要取代 Splice。 那现在这个 Beta 版本你可以用所有功能，它是让你习惯之后再说哦哦，现在要钱咯。但是好在啊，你现在下载的音源都是你的，不会消失。那今天我要给你看这个母带功能，让你决定有没有用，值不值得。很简单，音乐做完之后在这里 File Export Master 或是Control M， 你就可以命名选择你要放的地方，然后打开 Export Type， 基本上就是 Song， 然后 Tail 歌曲尾端你可以选 Leave Rap 或是 Cut Remainder。 基本上Leave 会让尾端比较长，慢慢让声音消失，适合那种抒情歌或其他比较自然的乐器的音乐。 Cut 会比较快速切断，这些都不要动。这里可以选品质，我通常会用64就好了，再上去听不出不同。但是如果你不介意档案大小，这是你的选择。这里也不用动。 Extra data 这里都不需要，除非你要把这个输出的档案给别人继续做，你不需要在档案里面有多余的资讯，像是你做的标签等等的。最下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母带，可以选你的LUFS 大小声，我们有很多种音乐，有人用 Logic 做小清新，那音乐直接输出就很小声啊。有人喜欢炸 Metal Trap， 也有人喜欢歌剧突然大声突然小声。那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让大家听小清新很小声，然后下一首歌被炸爆，所以定了自己的 LUFS Loudness Unit for Scale，就是整首歌平均的音量。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音量标准，我们做母带就是要考量这首歌会放在哪里。其实也不用太在乎，因为你的音乐发布平台会自己调整。但是如果你要自己放在 YouTube， 或是如果你做电影，所有声音的总和，你的对话、环境声音、Foley 音效、背景音乐，全部最好都先用好到位，这样上传到 YouTube 大小声才会是你想要的样子。那如果你不确定你的音乐要用什么大声标准，设定 CD 就好了，让平台自己再去降音量。下面我们有 reference 可以让 FL Studio 去做出你想要的风格的声音，你可以选最多两种。但是如果你很确定你这首歌是嘻哈，就选 Hip Hop， 如果也有金属的元素在里面，就在 B 选 Metal，如果让他选的话，那就用 automatic。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效果，我来比对母带之前和之后。
这就是 FL Cloud 新出的功能 AI Mastering， 越多越多方便的功能我会继续分享给你，记得订阅。我是音乐制作人 Link 林佩如，这里是 Link 音乐学校，下次见。